亚洲的宣传，而且我们的演员加导演呢非常的爱台湾，在台湾不止办了很多活动，尤其今天还特别要两场签票会送给大家。那现在就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我们这个最重要的推手，也是我们国际大导演于仁泰导演，欢迎导演。辛苦了，导演好。哎，大家好，台湾的朋友你们好。导演好。紧接着我们来欢迎我们杨家的帅哥们，首先欢迎杨令公杨爸爸郑少秋大哥。大家好。杨大郎郑伊健，杨二郎于波，欢迎有请。杨三郎周渝民，杨六郎吴尊，好，欢迎几位。哇，这个帅哥一字排开，真的是阵容坚强。欢迎各位现场的朋友呢齐聚到我们的现场来，非常难得的机会。首先我们先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三天两夜的宣传行程呢即将要告一段落了，这次在台湾还挺顺利的，您有什么感想吗？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大家那么支持我们。我可以告诉大家，忠烈杨家将是非常好看的，我保证你们不会失望的，支持我们，支持。好，谢谢导演啊，绝对不会失望。导演花了六七年才拍出这个电影啊，哈。那不过你六七年不拍片，一拍就拍一个这么大阵仗的片子，当时是你看上了杨家将的故事，还是杨家将的剧本找上了您啊？是我看上了。是为什么特别？因为这么多历史啊，这么多忠烈人物，为什么特别喜欢杨家将这些男人们？因为他们的故事感动我，非常感动我。他们讲的那个忠孝仁义是非常是我们华人应该很骄傲的，所以我这个故事一定要讲，一定要讲。那如果真的说哇，个口碑非常好的话，您有兴趣要拍续集吗？让我们几位兄弟呢啊，这个时光倒流，回到更小的时候，回到高中时期，有没有兴趣拍个续集？导演，要是大家支持我们，我们一定会再来。好，但是导演呢，一部片要拍六年啊，所以我们你们要等六年哦。好，郑大哥哈、哦，好的，那么也请大家4月4号。要支持导演的作品啊、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郑少秋大哥跟大家问声好。大家好，大哥好。我去，这一次我是带着7个帅哥，对，你的儿子们啊，儿子们，我现在又长了胡子，对，啊，很威严，是我从来没那么威严的，是这次我觉得很享受，很享受，很兴奋，是特别开心的。就是说，其实郑大哥跟我们台湾关系很渊源很深，那么但是您有常常办这种见面会、签票会，在西门町这么近距离，这里都年轻人呐、啊，以前有办过，哦，很久以前了吧，大概对，哦，民国初年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哦，现在再次回到台湾，有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吗？感觉啊，好吃的东西还是很好吃。是吃的什么呢，大哥？哎呦，鸡啦啊，还有土瓜粥啊，哦，番薯粥，番薯粥啊，韩吉粥啦，哦，还有、哦，面线呐、啊，是，蚵仔面线，蚵仔米线，哎呦，内行啦，这西门町的面线是最好吃的，对不对？阿宗面线，好，谢谢郑大。大哥亲自带队，我们在海报上也看到大哥留了长长的胡子，因为他是爸爸杨令公杨家的爸爸，一家之主啊，非常伟大的一个将军哈、啊！大家一定要了解这段历史，就会了解忠孝仁义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杨大郎郑伊健大哥。大家好，你好。哎，郑伊健先生，这次来台北有没有像大哥一样去吃点好吃的呀？当然有了。吃了什么呀？那个也是那个很有名的担担面。吃的担担面啊？对啊。哇，在附近的吗？对，华西街那边吗？对。哦，那你有常常做这种活动吗？就公开，你看讲着讲着还会有落叶飘下来，好浪漫啊！就我们到底是好像在拍电影，刚刚忽然一阵落叶。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没吃到的？来不及吃的，因为待会儿就要走了，对不对？对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没吃到的？臭豆腐。臭豆腐，想不想吃臭豆腐？好，不要扔啊！你敢吃吗？吃，很臭哦，脚踩过的哦。乱讲，没有乱讲。渔夫有没有吃过臭豆腐？没吃过，没吃过。仔仔有没有吃过？废话，你很少吃。你很少吃啊、哦？装那个外面来的，假装吃。吴尊有没有常吃臭豆腐？有哈、哦。好，但是这几位啊，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啊，他们真的像以诚一见这么想吃，很可惜没吃到。我们电影公司很贴心，我们准备了臭豆腐给你们几位。来，送上臭豆腐。哎呀，我就怕你不讲臭豆腐啊！你如果跟我讲一个什么鸡排，我就尴尬了。臭豆腐我们有准备 ，surprise 啦！来，送上臭豆腐。
好，我们让郑伊健呢，还有大哥啊，还有导演呢、啊，品尝一下台湾小吃，太好了，对不对？刚刚中午还在忙着采访，好，一人带一盒回去啊，待会回后台。是，对对，打包，刚刚才去打包的，因为知道呢，郑伊健特别想吃啊。好的，来，啊，小心，没关系，不用真的发的那么认真哈，就是拍拍照就好了，筷子不用发，对，发一人发一碗，对，做个样子就可以了，谢谢。但里面真的是臭豆腐，真的是我们刚刚去买的，臭不臭？不臭哎，你还没打开呢，嗯，很香，还不够臭吗？再去踩两下，快点，帮我踩一下。哦，原来我都是特别照顾的啊，这臭豆腐啊。好，那闻一闻哈，好，对，好，来这个够味吗，大哥？郑伊健闻了吗？香吗？喜欢这味道吗？大哥呢？哎呦，你要不要吃一口？因为你最想吃嘛，好不好？现在不行，有签名，待会再吃是吧？好，对，不然待会嘴巴臭臭啊。其实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不是炸豆腐的，还有其他的。但还有一些菜啊，对，通常买一个臭豆腐，菜大概占80%啊，豆腐只有20%而已。这样臭一碗看起来比较丰盛一点。好，来，工作人员，你们先合个照好了，先拿个臭豆腐做个这个啊，来，大家靠近一点，来。谢，这是我们给我们远来的几位贵宾哈，包括郑少秋大哥、导演呐、啊，还有余波，来自我们大陆的小生啊，还有我们郑伊健啊，大家一点小吃，让他们记住台湾人的热情、台湾的美食。那么继续的往下一站宣传的行程呢，努力的迈进拼命哈、啊，为了我们中列杨家将哈、啊，好，这六个人当中有两个人内行有打开，四个人没打开啊，这。好，谢谢，来帮我们收一下，谢。好的，买那个臭豆腐广告。对，好像我们在打知名度这样做代言。不过既然郑伊健大哥，你看你拿了我们的律师小会，你就要回答以下这个问题了。你这次拍这个戏跟这么多男生混在一起，很开心，对不对？要不要考虑自己也生个7个男的？啊，你又这么喜欢玩足球，哇，要多生几个啦？我觉得如果是小孩子，是年纪差距太远了啊，差不多年纪比较好玩。是哈，如果生小孩要养他，他年纪差太远，玩不起来。对，跨很多时间了啊，也对。那你要不要去认养好了？吴尊愿意当他的干儿子吗？好，来个六胞胎哦，一次生6个啊？哦，那大哥你先了哈，加油！我现在有7个。也对，好，这个戏真的充满男人之间的义气跟交情哈。来，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大家热烈掌声好不好？来，余波啊，帅哥、大家好，我是余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台湾，也是因为中立杨家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个中立杨家将，是，谢谢大家。这是你第几次来台湾呢？应该有来过4-5次、哦，来了4-5次了。这次有没有跟几个兄弟啊去哪里走走看看呢？还没来得及，还没来，都在工作是不是？对，好可惜啊哈、哦！希望下次有机会多走走多看看。一定。在电影里面呢，这余波非常的帅哈、哦，那么也是我们的二郎的这个角色，谢谢您了，辛苦了哈、哦。接下来我们欢迎朱雨明在。Hello， 大家好。各位朋友们你好。哎，在戏里面很多人看了试片，大家也看到报纸啊、前半部啊仔几乎是没有台词，你很好赚呢，你哈很好啊。但是后半部呢就累了，我们的神箭手就出没了、你那个射箭那个架势真的非常厉害，有受过训练吗？武术指导的是导演把我教得非常好，是，对，那个手会不会有点受伤？因为你知道一直拉那个弦哈、会酸，然后基本上古时候并没有像现在的射箭队有给你一个架搭弓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用手指头夹着弓箭，对，扎扎实实的就是你的肉去夹着那个绳子，对不对？然后呢，在里面用，好热闹！你们等一下，我去保卫钓鱼台。我们的车啊，投我们一票。对，好。所以呢，你看这个真的非常厉害，他真的就是在里面要扎扎实实当一个神箭手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在那里追啊跑啊，辛苦你了。你这个拍戏前半部呢赚到，后半部就累了，对不对？所以蛮平衡的。哎，对吧？然后手指也开花，屁股也开花，对，都开花。辛苦了哈。等票房开花。哎，是吧？以后你自己主持好了，这么会掰。我跟你一搭一唱真不好。好 ，OK， 谢谢你哦，这么多梗。好，接下来是六郎吴尊。台湾朋友们，大家好。
哎，吴尊呢？这次在里面呢，导演对他不错哈。前几场戏就把衣服给脱光了哈，炫一下，炫一下，对不对？身材好嘛，对不对？因为天气热，跟今天一样。哦，那就来吧，啊，重现经典画面。你，我看你今天穿这样会热昏呢。但是呢，他也很有福利哦。你跟安以轩里面是一对儿，对不对？然后有谈情说爱的戏啊，所以你平常谈恋爱也会躺在草地上聊天吗？好浪漫啊！跟他拍那些戏有什么特殊的回忆吗？其实也是第一次合作嘛。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在戏里面的角色虽然不多，可是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就是穿针引线的角色啊。其实整个故事也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嘛，然后就开始了这一系列的整个家庭的一个巨变，对不对？所以我们故事呢，历史的这个故事在这里呢全部被忠实的呈现出来，请大家期待哈。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天是你们在台湾的最后一天的宣传。我们台湾有个习惯，跟大哥报告一下，我们在电影上映之前呢，都要来就是下个赌注，如果电影票房过了多少钱，我们演员们就要付出做点什么事。哎呦，我们信心十足。真的吗？哎呦，那我们就设个门槛吧。导演，您觉得大概会有多少的票房呢？啊，我们应该从2亿开始吧。两亿是吧？好，两个亿。那如果全台湾，全台湾两亿，好，如果过两亿的话，每个人都要做一件事情，回馈台湾影迷，你们说对不对呀？哎，对不对啊？对。每个人都忙着拍照，都没时间，一直讲啊。好，如果破两亿的话，余波，你要做出什么贡献给台湾的粉丝啊？那我看，哎，那因为是因为你发生的哦，因为吴尊你的错哦，你先要扛，应该吴尊来，吴尊是我要被惩罚的，他先扛着。好，吴尊六郎，这个故事就是因你而起啊，你跟安以轩而起啊，对不对？如果真的破两亿的话，你要第一个出来做点什么事儿啊？做点什么事？做点什么事好啊？哎，你们想他做什么？脱光。不行的，我们要健康点，对，不要脱，不要脱，环保一点，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在西门町走一圈，快走，快走，好，快走，西门町走一圈呐，对，运动，每天都好多人在这里走，他们都没回头，这有什么？好了，我还是赞成脱光好了，我们重现那个爸爸打儿子的那个画面好了，好了，这样太，这因为他，你现在肌肉还 OK 吗？拍完戏有变成软软的吗？有保持，还 OK 是吧？好，那如果真的不小心破了两亿的话，我们就让他秀肌肉。好，没，那什么样讲？那爸爸你做主啊，好不好啊？啊，导演说好啊，你干嘛推来推去？我做，就那你少穿一点嘛。你不用，你多穿一点没关系。他没有，你多穿一点，大哥。他穿背心的，对，露一点肌肉，然后就做个跑步就好。那您就穿个盔甲啊，不要脱太多啊，穿好。要不要拿着大刀要啊，还要骑马关刀啊，戏里面大哥可是拿着很重的关刀。如果这里仍让我骑马的话，我就在这里跑马。好，破两亿在这跑马，那吴尊就背着爸爸好了，好不好？重现这个剧里面的画面嘛，哈，戏里面画面，然后不要脱上半身啊，脱下半身，好不好？我们就这么去。好了，不要这么，真的太重口味。我们就骑马画面重现。其他几位兄弟呢？来，仔仔，如果破两亿的话，周渝民你要做什么？我就是跟大家一起当观众，然后看他们少杯老，就看他们两个人，你骑马在这儿跑，对吧？你也太轻松了吧？啊，你再在这里表演射箭好了。好不好？对，你从这里射一根箭，射到星光三院那边，好不好？有一定难度，有难度。问问看那个导演的动画师做不做出来？这还要动画呀？好了，到时候就现场表演射箭好了，好不好？来，余波呢？余波，我刚才一直在想，对，因为的确是从内地来台湾特别辛苦，也不容易，是。所以说，我想那时候我能不能来啊？如果说不能来的话，对啊，我也要从那个厦门游泳过来。好呀，为了庆功，你愿意游泳从厦门，是不是？一定游泳过来这样，哇，太感动了，因为他是一游就再也回不去了，对，为了等于是牺牲他自己的人生了。好，期待你哦，来，郑大哥、一健哥，如果是破两亿，你应该要做点什么承诺呢？我们应该就我们一起吃饭了。好烂哦，怎么一起吃饭？不行啦。我们首先我们先庆祝嘛，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以前的承诺哈，比如说范逸臣去海角七号裸泳嘛，对不对？佑胜跟那个温升豪犀利人妻舌吻。
还擦背，两个男生擦背。玩的男生。哎，我们台湾电影圈玩很重的，哎，重口味的。你呢？我觉得你想跟谁擦背？你自己说。我应该跟他们一直到台湾踩单车。哦，踩单车，骑脚踏车啊？我觉得踩单车筹款。踩单什么？筹款，筹款，踩单车做慈善活动。哎，听起来不错，我支持，听起来不错。那一句，你当然要支持，你赚那么多，你先捐吧。我不是，我带头啊，你带头啊，我募捐更多。是，好，这个不错，一点点做公益活动哈。好，那导演呢？你有什么？这个非常好，都不错吧？都不错，都很有创意。好，我们希望大家多支持。4月4号，期待我们票房冲到2亿，所有的承诺一次兑现。但今天我们还要提早来做一个庆祝的事情啊！我们先不庆祝票房，因为那4月之后才知道嘛。因为呢，再过几天，3月15号呢，就是我们郑少秋先生的农历生日了哈。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啊，刚有已经有臭豆腐咯。对呀对呀，我们还有别的呀。哎，不要扔蛋糕哦。听，怎么可能？待会儿还要上飞机。不会，要扔也扔年轻人嘛，怎么敢扔你呢？重点就是说呢，请问郑大哥，您今年可以冒昧问一下贵庚了吗？哇，这个谁把我的28岁？28岁？没，28年前我就看你楚留香了。28，10年前已经说28了，现在应该刚30。其实啊，大哥，您勇敢的说出来，大家会惊吓，因为绝对看不出来的。我这个还有秘密吗？也对，网络 Google 都查得到，66岁，有吗？有啊，像吗？真不像哎！我们祝大哥生日快乐，掌声掌声！哎呀，永葆青春啊！谢谢！来送上蛋糕！哎，真的有啊！有我们的粉丝代表啊，我们郑少秋大哥的资深粉丝代表，大哥真的保养得好好，完全看不出来，这66岁绝对看不出来啊，看起来像40岁出头而已啊。好，大家一起合影，导演来，导演来，我们大家一起合影。好，来。好，上面真的写28，郑大哥希望他永远的28，对不对？哈，好，我们大家一起围着大哥好了，来，谢谢，来，谢谢，移动一下，好，谢谢，好，大家合照一下，点个蜡烛啊，我们这个基本的仪式还是要做一下，让大哥开心一下啊。好，来，我们整个移动，好，这里面有谁出过唱片的，起个音吗？哦，蛮多哎，好久没听你唱歌了，来一首《古惑仔》的主题曲吧，我们一起唱个生日歌好了，准备，好，准备，1、2、3，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身体健康，永远年轻，像我一样。耶、yeah, ，真的，这个票房冲过2亿，台湾而已啊，2亿嘛，台湾2亿很难了、啊，大哥。那4亿呢？好，4亿的话呢，是说有人要结婚，有人要生孩子、哦，真的吗？都来了，真的吗？哦，真的吗？好，总而言之，身体健康啊，好，谢谢。生日快乐，谢谢，好，谢谢，好的，我们谢谢两位粉丝代表，那么非常的感谢啊，这个他们两位呢特别来帮我们啊，这个还有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一起来帮大哥过生日哈、啊。你刚说谁要生孩子，谁要结婚啊？哦，那大家你们有什么心愿？我讲的，你自己，我呀。我已经生了4个女�儿，现在有7个儿子，哎，我已经很满足了。你少来，我刚刚已经得到消息，刚刚他们在做访问的时候，大哥说如果破5亿的话，他要许倩，他还要纳小倩。哎呦，别，好，老外欧美共，欧美共，好，接下来我们要为电影的上映来做一个启动仪式，我们请兵分两路，三位到这儿，我们要点燃烽火，好吗？来，谢谢。好的，各位朋友，再感谢大家今天来到现场支持我们中烈杨家将哈，来，请拿起我们的，好，在哪？你火在里面是吧？好，我们做个样子就好了啊，不真的点火啊。
好，在电影当中呢，烽火台也是剧情当中重要的场景，所以今天我们就在现场，大家也看到我们打造了一个好像烽火台的感觉，邀请六位包括导演跟主角，我们来准备点燃烽火，启动忠烈杨家将，来请六位先看前方合影，谢谢。好，三二一之后呢，请我们六位点燃我们的稻草，燃起我们的战火，正式的告诉全亚洲，忠烈杨家将四月四号来喽！三、二、一，请点燃烽火！哦，后面冒烟了，后面冒烟了。哦耶，好，前面我们做个样子哈，安全起见。好，希望我们的票房有了我们的烽火，越烧越旺。也祝福我们几位演员人气畅旺，好，谢谢，谢谢。好，来，我们请六位再靠近，再来合照一下，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见面会呢做一个完美的结尾，谢谢。好，来，导演站中间，导演最辛苦了哈。来，大哥，来几位儿子，好，来，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麦，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好，大家比个手势吧，比个手势，对，大哥你决定就好了，对。比赞好了，比赞哈，好，好，谢谢，来，请大家看着前方，谢谢。好，现场的朋友，如果你有号码牌的，我们待会儿呢时间非常的紧迫哈，那么中间呢很抱歉，我们不收礼物，也不拍照，也不握手，请大家多多体谅，多多包涵。那其他呢没有买票的朋友，记得锁定四月四号我们忠烈杨家将上映的日期。好，我们马上就来，几位看一下这边也有很多人哈，谢谢。好，现在每一个人都发脸书微博，你们也都是媒体啊哈，来多帮我们发一下哈。烟可以不用再冒了，有点臭，我快渴死了，我站在这里。好，右边的朋友也来拍一下。好，谢谢各位粉丝，谢谢。好，来二楼包厢的，麻烦照顾一下二楼包厢的啊，太过分了，在里面吹冷气啊，这些人。好，请各位大哥先后台休息一下啊，我们布置一下，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马上准备签名。好，有号码牌的朋友请准备，谢谢各位媒体大哥，谢谢各位我们今天的啊现场舞台上的联访啊，我们因为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就把联访取消了，不好意思啊，请大家多多的包。